嗨，各位观众，今天呢，我又回到了恐怖女机器人老师的留校查看。那这一次呢，我要来利用氪金道具逃离。这边有非常多的氪金道具可以购买，要先来买哪一个呢？来用转盘决定吧。来吧，我的第一个氪金道具会抽到什么呢？哦，光剑，可以直接用这个光剑劈死这个女机器人老师吗？来了，我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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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没办法砍到他，还是他现在没有攻击我，我没办法攻击他。那这边的话，先来启动这个火灾警报吧。来吧，这样子门就打开了，然后往这边逃跑。接着那个女机器人老师就会来抓我啦，然后再用我的光剑来对付她。来吧，等等，在这砍死你！哇，好，再试一次看看。来，我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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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砍不死她，哎，没办法砍到她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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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命啊！耶，跑啊！你要过来啊！不行啊，真的没办法砍死他、啊。来，啊这边有箭头，往正，往正，往正，快快快！哎，反正可以看其他玩家哎、欸！啊，快进去，快进去！我把其他玩家砍死了。好了，是时候再来抽下一个氪金道具了，来吧。接下来我会抽到什么呢？哦，吉普车！哇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吉普车了，要用吉普车来跑酷是吧？来吧，丢过这边，丢过这雷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这个吉普车是不是就可以不怕这雷射啊？试试看，直接过去。哎呦，真的可以哎、欸，这吉普车好强哦！来跳过去，哎呦，可以跳好远了、哦！啊，吉普车还是会被这个刺死的、啊。好啦，再来抽下一个氪金道具吧，来吧。接下来我会抽到什么呢？哦，火箭筒。哦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这个火箭筒把那个女机器人老师轰爆、欸？哎，来试试看吧。这边我记得、啊、那个女机器人老师就过来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轰爆你！哎、欸，怎么往上射啦、啊？轰爆你！哎、欸，射不到吗？射不到他、欸！再射，嘣嘣射啊，嘣哦，可以耶、欸！可以把那个女机器人老师轰爆哎、欸！好啦，再抽下一个氪金道具吧，来吧，接着会抽到什么呢？漂浮滑板，哇，可以跳超高的，来过去，呼呼，超酷的，哎呦，哎，一直跳过去，哎，是不是可以直接从这里跳过去？哦，可以哎，哇，好猛哦，还可以爬梯子。比吉普车好多啦！来接下啊，这接下来这边有鸭子，来看能不能用光剑把那鸭子砍爆啊！恐怖鸭子来了，砍爆你！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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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砍不死他！火箭炮火箭炮，炸爆你！哎，把他身体炸爆了，再炸！哇！这火箭筒好猛啊！我把那只鸭子摧毁了、欸。好，接着往这吧。OK， 进去。然后这里往上，这里要小心刺啊。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，上去。OK， 再上去。哎、欸，进去。然后接着，哎、欸，我这样飘着是不会被这些雷射杀到啊？试试看。哇，呼呼。这个漂浮滑板好猛啊、哦！好，接着往这吧，来再上去，然后也不用怕这个陷阱吧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完全不用怕哎、欸！
好，接着要到艺术教室了。来，我能不能用这个光剑摧毁这些会动的人偶啊？砍爆你们！啊，不行啊！好啦，接着这边继续往前吧。来吧，这里直接下去。然后到这，好，要到食堂了。那在进去食堂之前呢，再来抽下一个氪金道具吧。来吧，接下来我能抽到什么呢？闪电直排轮。哎呦，有这个闪电直排轮，不怕这个粉红色的粘液。哎，正常来讲，站在这个粉红色粘液上，走路速度会很慢啊。我现在有这个闪电直排轮，可以直接滑来滑去，好猛啊！然后那边有一个恐怖机器人厨师要来抓我啊！来，这边直接用火箭筒把它轰爆吧！轰爆你！哎，轰不死吗？哎，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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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都被抓到了！轰，没轰到！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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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跑哦 ！OK， 轰！哦，有了！啊，只剩下头了！再轰！都有办法轰爆吗？再轰！哦，他全身上下都被轰爆了。好，再抽下一个氪金道具吧。来吧，接下来我会抽到什么呢？哦，抽到了机关枪！哇哦，这机关枪好猛啊！来，这边会有三只机器人怪物来杀我啊！用这个机关枪把他们轰爆！哇，杀不死吗？杀不死那个女机器人啊！哇，好，看来那个女机器人只有火箭筒对她有效啊！来吧，炸爆你！炸爆你！哎，炸不到吗？再炸！哇，等等，先把距离拉远啊！哎，机器人鸭子也来啦！来，找一个好的距离 ，OK。轰炸！哎，怎么往上轰啦？来，轰炸！轰炸！轰炸！哇！一口气把他们两个炸死了。来，接下来这边还有一个机器人厨师。来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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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用看机关枪啊，搞不好机关枪对他有效。来，射爆你！哇，不行啊，还是没有效，这机关枪也太烂了吧！来，用火箭筒吧，炸爆你！我炸！哎，炸不死吗？再炸，有了，只剩下头了。来，炸爆他的头啊！我炸，我炸，我炸，炸不到他的头吗？好。我把他头推下来了，来，有了，终于把那个厨师机器人炸爆了。接着上这台车就可以逃离这所恐怖的学校啦。来吧，赶快赶快逃离这所恐怖的学校吧。好啦，那今天呢影片就到这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大家